理想类型是哪一款？女生吗？女生，不管是男生吗？我们问了好多余这问题。那可以透露你自己的理想型吗？女生吗？嗯，我觉得懂事一点的，善解人意一点的，然后可爱一点的，嗯，然后顾家一点的，啊，就这样。那有一点善解人意一点的，这个可以再具体一点吗？善解人意嘛，就是比较，主要是聊得来吧，主要性格比较相投，我觉得会好一点，然后比较重要。年纪比你大的。嗯，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我喜欢的女生类型是善良，然后懂事可爱。什么叫像懂事？懂事啊，就像你一样，像你一样。主要就是合得来，就是看着顺眼，合得来。我就是喜欢那种可爱的，然后懂事的，善解人意的女孩。